车，哎、欸，下车。啊！哎呦！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收看 Officer CK 的影片。今天呢，我们是采用台湾的防爆车子来进行做一个任务。OK， 防爆车子呢，我们不可以来做巡逻，原因是因为它是防爆的这个行动嘛，对不对？是来防止暴动或者是防止那种骚乱啊，或者是捣乱之类的。OK， 那么呢，今天我们任务呢不是来这些防那些暴乱这些任务，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GTA 5模组呢有一些啦 ，OK， 有一些是要设立很多个人，然后跟他们一起攻击，攻击这辆车。但是目前来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模组是可以攻击这辆车子的，所以唯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来护送这个犯人去到这个监狱，然后从中呢就有一些想要劫狱的那些坏人呢就想要打这辆车子。那我们看一下这辆防爆车子呢有多么的可以保护这个嫌犯，可以保护这个犯人，可以保护我们警察成功把这个犯人呢护送到这个监狱那边去。好，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Let's go， 我们上车先了。来 ，brother， 一起上车。这一辆呢，就是我们的防爆的这个台湾防爆的这个警车。OK，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写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哇哦，特种警普车。这一辆呢，你可以看一下里面呢，我是可以看得出去的。那么后面还有位置 ，OK， 然后前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哇，也蛮好。前面的这个颜色是有点不是这么好啦，但是它的里面的系统呢是蛮豪华一下的。然后，哎，这车门好像感觉没有关好，这样啊，它还有透过去的那个样子。OK， 然后外形呢就是这样子，这辆车是有 ELS， 这是 Code 2的。OK， 这辆车子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叫做 JNY Johnny 啊所制作出来的，所以呢非常感谢他。Transis， OK， 各位观众们，如果你们想要下载的话呢，可以去到他的这个网络，他的那个什么 web page 那边 ，OK， 他的那个网站 JNYJohnny.com 的那个网站。OK， 好，来，我们现在就去到这个。这个啥 Blaine County 的那个警察局，有一位嫌犯在那边等着我们，所以没错。OK， 那个敌人就在这一边，来 ，Let's go， 来，让我进去里面，快点。等一下，我们转我们的左手，右手边，然后这边就可以经过去了，这边可以有路线啊，看到、啊，就有路线，我们可以进去里面。哎呀，他怎么可以放了一个？你看那边已经有一个警灯，那边闪着了，对，就是那个地点了。在我们这里可以转一个，再转回去左手边了，这边可以吧？可以右手，可以进入了。So 那个警察车子呢，就在这个地点。好，我们已经听到警笛了。哦，他们已经上车了哦。OK， 好，来，警察已经上车了。OK。哎，三位警察已经上车了 ，OK， 很好。哎，等一下，我们先叫他上我们警察车先，哎，站直 ，OK， 跟我过来 ，Come on。我要安排他上去我的这一辆警普车，有人上吗 ？OK， 有，来。我要去后面开门给他上 ，OK， 上去，快，下雨天哦，快点 ，OK， 他上去哦，来，各位姐妹们，走上警普车，我们要开始去到这个监狱了，陆森都的监狱，你不要拖出来呀、啊、，OK， 很好，还没有拖出来。我真担心还拖出来。OK， 来 ，Let's go。现在我们已经标点了，在这个地方。
着我啊！我这边我看来我们要可以这样子出去哦，小心。OK， 来，我们转上我们的，哦呦，你撞烂了。这边可以过吗？我们走这边上去吧。小心啊，小心啊！这边可以过吗？我看一下。这边直接过去，这边也是可以过啦，看到吗？这边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暂时走到了这一边，然后等下呢就慢慢的穿越过去。还是我直接过对面也是可以。这边呢，我们就前往，直接走来这边先。来，今天是下雨天，所以我们不可以驾这么快。我们是目的今天的这个任务呢，是来测试一下这一辆吉普车到底有多么的硬，可不可以保护到我们这个里面的犯人啊，还有警察。相信他们应该会来劫狱吧。那么这个劫狱的这个行动呢，其实在印度里面是时常都会发生的。因为很久以前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劫狱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是因为我跟他辅助说我们可以尝试，因为我们通常根据这一个真实的那一个犯人运送的程序之下呢，其实我们警方呢应该有一个程序说，如果那个嫌犯被判罪已经那个罪行已经成立了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展开这个运送活动，来把这个犯人呢给运送到达这个监狱。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活动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觉得不真实啦。OK， 来，我们要转向我们的这个右手边，这边要去到这个高速公路了。Ready? What the shi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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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劫狱，劫狱！报告总部啊！ Oh shit! 报告总部，请求支援，支援，支援！哇 ！Shit！ Protect me! Protect me!啊，其实果然是可以保，哎，去死吧你 ！OK， 哇，这是谁来的？他们的穿着有点奇怪，啊哈哈！这边的警察就很好笑，那边的警察就完全不会出来的哦，完全不会保护我的吗？走了，走了，走了。上车，上车，上车！哎呀，快上车！我们那警察还有在继续的打，快点上车了！哎，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谢谢你们的支援 ，Thank you。走。OK，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高速公路这一边了。高速公路的话，就直接可以去到这一边了啦。其实这个有没有支持方向灯？好像没有哎，方向灯好像没有哎。这样吉普车好像没有方向灯的。来，接过一下啊，各位。OK， 来。现在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高速公路这边。小的高速公路会不会有一些强烈的那些罪犯，还要继续的这个劫狱呢？还不懂。我们希望是没有的啦，希望是平静的。有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通知这个支援来协助我们。目前来第一个风波呢已经成功了，就是说那一帮劫狱的家伙呢已经不成功劫到这个里面的嫌犯。 OK， 他拯救不到他的朋友。目前这个吉普车你看，他其实很奇怪的是，他的那个就这辆吉普车呢，他里面是完全看不进去的，完全黑到啊，你看黑到很黑那一种。哇哇，如果在想，如果这辆吉普车呢这样子黑法真的是很，哎嘿嘿，你去哪里？喂，兄弟，
这边啊，你小心啊你哦。哦，这朋友驾错了，你走错路线了、啊，喂，你去哪里？哦哦，他走错路线了，他走错路线了。哦，现在剩我一个人了，惨了惨了惨了！他搞什么鬼的？那国道警车的警员有点问题啊，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惨了惨了，我没有职员来协助我了，有点危险哦。OK， 现在我已经到达了这个北部的地点，目前来这一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那一个监狱，很大间的，看到吗？就这一点了。那么我们要转向我们的这个右手边上桥了啦。后面有没有车？没有。OK， 来，我们来上桥。上桥之后呢，我们转去我们的右手边，哎，左手边那边就可以去到了。OK， 运送成功。我前面是什么？哦不！哎，哇哇哇哇哇哇哇！哎，各位，你们看很奇怪吗？他射我的时候呢，我的车子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受损的，对吗？感觉上好像是哎，包总部请求支援 ，Over， 这边有人劫狱。我听到枪声，然后呢，子弹声也是有打到这个警辅车这一边，但是目前我还是 OK 的。来，他送你去。What the hell？ 啊，不可以了，很难打，我还是躲在我警辅车这边比较好。那去死吧你！啊，血很痛，还有可以射我，去死吧你！哇，很难死他们，子弹射不死他们了。来，我先把我的样子清干净先。哦 ，shit， 太多了吧！不该不该，我要上警辅车，上警辅车，上警辅车。我们离开现场，离开现场，快快快！太多了，太多了！这一版好像是有维护，哎呀，有围甲的，旁边是带围甲的这个。我们要走哪里？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啊，这个有点难打。那警察也下车跟我们打斗过了吗 ？Oh shit！我这边好像有枪弹，你看到吗？我这边好像有枪弹，但是这些枪弹呢，完全射不进我的这警辅车。你看不下我警辅车还没坏耶！哦吼吼吼！我用我的这样警辅车作为挡箭牌可以吗？躲起来呀！哇，不行哎！我一下车马上中枪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走了，走了，走了！而且这辆警辅车，气死吧你，撞死吧你！啊！我可以撞死他们吗？他子弹射不进啊，看了，子弹射不进啊！这管就真的是警辅车来的，哇！我的轮胎被射爆了。我要通知这个飞虎队呀、包总部请求这个霹雳小组特种部队。你看他的车子的那个，哦，有一点问题，看到吗？
他不会撞得到的，看啦、啊，这个小，哎，金斧哦，这辆车一下又回来哦，走啊走啊走啊！不行啊不行啊，太难打了，他们这些家伙真的是，哇，好多啊！幸好我使用了这辆金斧车，不然的话呢，一定完蛋了。你看子弹射得到啊，子弹完全射得到了，只是说它保护到很好，完全不会有受任何损伤。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OK，OK，OK，、OK, OK, OK, 他们应该不会跑过来吧？OK， 到了到了，我们去给他申请一下这一个犯人的那些执照之类的东西。申请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什么，就可以送他进去里面了。OK， 好了，所以我们已经申请完了那一个犯人的那些资料资讯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叫他下车。哎，下车！啊！哎呦，他死掉了！哦，谢。他死掉了 ，Oh my god！ 哈哈，哦，原来这一次劫狱好像有点失败了诶，哎，怎么可以走进去里面的？就觉得奇怪嘛，就哎呀，失败了，没想到他已经死亡了 ，Oh my god！ 哈哈 ，OK， 叫我们试看要拯救他可以吗？来，我们用 CPR 拯救啊，看一下能不能。我没想到他真的是死亡了嘞。那不然坏人还没有过来啊，应该是不会再过来了，因为这边是比较那个警力比较强的地方来的，可以吗？哦，死亡了。哦吼 ，sorry， 对不起。变成我们要通知这个验尸官过来啊，把他尸体拖走了。哦，可怜可怜可怜。啊，报总部请求验尸官来到现场 ，over。哈哈，他朋友劫狱失败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的劫狱方式呢，其实也不算失败啦，其实我们应该算我们警方失败了，因为他已经成功把这个犯人给打死了，有可能这个犯人知道了一些证据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必定要把他得打死，他们知道他们劫狱不成功，所以我们就把他给打死哦，也许是这样子的。哎，这边呢 ？What？ 啊，连这个。验尸官都不要把他的尸体给捡回去，我的天，怎么可能？这边呢、啊？可以吗？可以过来吗？还是模组问题不能够让你过去？这边转过来啊，可以了，终于都可以了。好了好了，把他带去警察局吧。哎，打把他的尸体解剖了，然后运回去这个医院吧。OK， 好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就播放到这边，感谢各位观赏，记得订阅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还有更加多的这些警察和匪徒的这个警察模组影片都会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播放，记得哦，留守 Officer CK 的 YouTube GTA 5警察模组的影片。好了，各位观众们，谢谢你们，我们在下一个明天的特别影片，我们再见吧，各位。好了，拜拜。